哎，老弟，，有一桶水，嘎的你就给干了的那个，有印象吗？就那，哎，妈，这正好有水，潘老师，你等我。潘老师，不是来吧？现场观众也想看，是不是？好，开始，1、2、3，倒计时，5、4、3、2、1、0。好，谢谢完了。我主要为要瓶子。什么什么？谢谢潘老师。来了，老弟。谁来了呀？这不我的地儿吗？啊、哎，姐。啊。这两天呀，给你攒了30个瓶子。谢谢啊，老弟。没事，咱这一起正好100。喝口水。哎，101。姐，这是新的。扔顺手了。那行，我先忙了啊。哎呀，真好。先放着。孙姐。哎，孙姐。哎，孙姐。哎。你咋要抢我瓶子啊？抢啥瓶子呀？今天咱老乡聚会，聚会好啊！你请客，好好聚会。回来，咋用我请客啊？用你请客？你啥时候请过客啊？你有没有良心？那世界杯的时候，我没请你们喝酒、撸串、看球吗？我怎么不记着呢？哪场比赛呀？中国对巴西呀。麦姐啊，16年前咱认识吗？咱都说好了，老乡，每个人每月轮流请客，你都轮空4回了。姐，人有事儿，一会儿就到点了，咱下回啊。啥事儿啊？你是不是又去超市啊？你咋知道的？你们都不知道啊？每当咱孙姐就在工地上消失了，就往超市试吃区这么一蹲，一顿造啊！几个小伙人家是卖烧鸡的，咱孙姐试吃完之后就改卖鸡架了。姐啊，今天咱不去了不行吗？咱今天就在这儿吃。啊，饭店呢？啊，这太贵了。贵啥呀？方圆10里就他家最便宜了。是吗？啊，那行。那我回去准备准备。不是，你准备什么？我没带钱呢。啊，那快点快点。啊，瓶留下。不是，留他干啥呀？人质。心眼这么多呢？集合！想要砍七，想浅砍，报数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哪有这么多人呢？我不得吃4份。你这个觉悟邪够啊！来，赶快点啊，准备一下，来健胃消食片吃上。你把裤腰带松松。来，咱吃饭之前，咱热热身，跳个舞啊。别吃了，减啥肥呀、啊？我们庆祝呢，姐你快进来吧，上座啊！啊，坐下。都挺好的。家里也都挺好的。喝点水吧。不喝占地方。啊，现在，姐菜单拿反了。啊。
不是，姐，你看啊，老四招就要开始了。第一招，感冒发烧。哎呀，哎妈，感冒了！我老弟，我去买点药去啊。等会儿，姐，怎么了？感冒了。感冒了吧？啊，不用去买药，来，感冒药。啊，不是，姐有点发烧。啊，发烧了，那给退烧药。哎呦，咳嗽！哎，咳嗽啊！那姐，你要什么药呢？我给你解释一下，姐啊，这是中药，这是西药，中西结合，贼有疗效。没事，我再给你打一针啊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姐，姐姐好的差不多了，不用了。好了是吧？不用了。该第二招了，工头呼叫。哎，工头呼叫我呀。哎，对，那我马上就去啊！哎，姐啊，你把手机放下。工头找我。把手机放下。工头真找我。这是我手机。哎，拿过来。该趴下睡觉了。哎呀，喝多了。喝多了？啊，姐，真喝多了吗？喝多了，姐。喝了，今天就不吃了，太好了。呀，谁瓶子呀？我的。来，姐。哎，你喝的水怎么能喝多了？水喝多了应该去厕所呀。你提醒的对。不是姐，你别去了，我们咋打听好了，这家没厕所。没厕所啊？行啊，请我们吃顿饭怎么这么难呢？不难。来，咱点菜，点菜，来。那个服务员啊，服务员，哎，菜来。呀，姐少见呐，来我家吃饭。是。吃点啥？来个清炒白菜。哦。醋溜白菜。嗯。酱爆白菜。你喂兔子呢？不是，咋都是白菜呀？因为，我带了颗白菜。老弟啊，拿去做去吧，肯定够了啊，剩下的就不用退回来了，加工费就别收了。姐，你会不会点菜呀？这白菜我们不吃，你给我划了。你请我们吃饭得我们点啊，咱点点自己喜欢吃的啊。给我来个宫爆鸡丁。哎，我不吃鸡肉，来个花生米就行。给我来个青椒肉丝。我也不吃猪肉，来个青椒就行。给我来个黄瓜炒鸡蛋。我蛋白过敏，来个黄瓜就行。那这是啥菜呀？拌花菜呗。姐，这也不够吃啊。哎，先点着呗，别凉了。你点的不就是凉菜吗？哎，你这衣服咋了？啊，上午干活滑的。那么不小心呢？嗯，来，姐给你缝上。那姐挺细心啊，针线棒都带着。你不知道吗？啊，孙姐在工地给人缝衣服都是收费的。哎，这回我也没说不收啊。5块。这顿饭还赔5块。来，放花菜。哎，来，一个菜上齐了，可劲儿揍。那吃不完我们还打包呗。哎呀，再点两个菜吧，我点。服务员，给我来个可乐鸡翅。啊，胳膊疼。我来个酱肘子。大腿疼。干锅鸭头。脑袋疼。再给我来箱啤酒。晕了。干啥呀？咱一块聚会不得没把你当外人吗？你咋这样呢？这样啊，我知道你节俭，今天这顿饭我替你请行不？哎，别老弟，你请哪行啊？不，就这么定了，我请了啊。没事。哎，等会儿啊。妈呀，到点儿了。哎，老弟啊，姐有点事儿，姐先走了，钱回头我给你啊。不是，不让你请了，你咋还走呢？姐是有事儿。咱老乡在一块儿，不就为了能多介绍点活吗？你前面那俩活不都人家他俩给你介绍的吗？咱坐会儿。那行，姐就坐一小会儿啊，咱先走啊。来哎呀，倒上了。那个，今天咱老乡聚会啊，高兴。那个，我替孙姐呢提一杯酒。那个，感谢大家长此一。
我摆弄你的手机了，不行吗，姐？哎，行行行，来，那个孙姐有这份心，请大家吃顿饭，咱在一起呢也是。姐，你看啥呢？没事，来。不是你到底看着啥呀？我没看。我看啥呢？哎，老弟。哎，麦姐。姐来。听信潮啊，看直播呢。哎，麦姐。哎，姐，你怎么还给人刷礼物呢？这得多少钱啊？我看看。不是，姐，你省吃俭用就干这个呀？你挺有钱呐。大畅啊，你多余，你多余把自己开电梯那活让出来，自己去干脏活累活的。老赵啊，从今往后，你再不用低三下四求爷爷告奶奶给人找活干了。姐啊。我再送你最后一句话，我祝你越来越好，啊！再见。你们等等，这直播的这是我儿子，这真是我儿子，你们看，我儿子可爱了。打小就爱唱歌，唱得可好了，总黏着我给我唱歌。可就在他八岁那年，他出了点意外，大夫说他再也就站不起来了。打那以后他就不唱歌了，他也不说话了，他就总在那床台那儿，他就发呆。那我这当妈的，我没有招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就听说这手机它能直播，它能唱歌，我就跟我儿子说，我说儿子，你唱歌可好听了，只要你勇敢地唱出来，那肯定会有很多叔叔阿姨都喜欢你的。没办法，我为了让他更有勇气，我就只能偷偷的，我给他们刷点礼物。可你们知道吗？当我看见我儿子就冲我笑的那时候，我的心都化了。我都觉得我这个当妈的，我这几年这些苦啊累啊都不叫事儿，也不叫苦。真的一点都不苦，是甜的，比蜜都甜。唯有你的爱，我将会和你相信吗？孩子，你唱的真好听。孩子，你是最棒的。孩子，加油。孩子，加油！